兄弟们，我要来钓鱼喽！今天天气不错，带着我的狗子一起来钓鱼，别提它有多高兴了。好久没有来这个回水湾了，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试试看看鱼情如何。你干什么？这小家伙扒拉了半天，原来是闻到包子的味道了。别动，给你弄。别，差点忘了正事。杆子我们就用3米6的，钓这个草头就行。先来定点打个窝。嗯。来了，第一条小金鱼，当当当当，钓了第一条后半天没口了，不会是黑鱼搞鬼吧？又换了一个位置，换到了这个左边小岛的地方。来了，哇塞，哇塞哇塞，上来吧你，嘿。嘿嘿，又一条，进去了。我去，这个鲫鱼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啊！这不会是被电过吧？这个地方，这个样子的。来了，我去，小鸡鼻尾。进去吧，来了，哎呀哎呀呀呀，跑了，来进去吧。今天来的晚，一眨眼天黑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鱼货，虽然不多，鲫鱼豆腐汤有着落了。Nice。